不可以拿血去浇花吗？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主意啊。书哦，而且写书。对啊，都一样啊，哪一本都一样啊。还没到那个时候，在这一片白色之中隐藏着他的真实，但是我还没找到。不要说没找到真实啊，现在你连个布都找不到，根本废物。你就脱了衣服当火种不行吗？哇！现在点不起火啊！我连现在没办法点火，没火种啊！这样可能叫找布当火种啊！而且这他妈没布啊！干！那这窗帘、浴帘为什么不能让我拿来当布干？浴帘就是布啊！我干，你又来，你他妈的！里面就布，难道从上面按吗？没有火种，没有火种。然后这个镜子的里面又是三小，镜子的对面，我一直觉得是这里啊，我就是觉得是这样解，又不是。难道我真的觉得镜子的对面现在就两个镜子嘛？啊，就一个就这个，啊，一个就那个。哎，木木文，啊，就写说卡卡咪都不够你啊。哎，我觉得他之前做成那个要探索式的 RPG 就已经他妈的够难了，而且做成纯解谜的就更难了。来看一下哦，你看，你看，花不能拿，花不能拿，花不让你拿。这样，镜子前面打横一直按什么意思？他说不嘛，我就觉得应该这条啊。他就什么都没说啊。这个游戏目前就两个镜子嘛，就大厅一个镜子，然后那边一个镜子啊。五够是对面啦。他说该怎么做呢？对啊，这边都没什么，还有一个地方有水，还叫他身上啊，不，我是说，哎，还有一个地方有水吗？看外面雪也算水，不会吧？真的啊，干你老师啊！用这个血当水，我干你娘 啊！为什么啊？那个里面明明就很多水，你为什么要拿血？而且血太冰了会死掉好吗？这血不行好吗？使用的血，但血还没融。血还没有融，你把血放到花里面，只会把花冰死好吗？到底有没有点常识啊？
是啊，这太没有常识了吧？这话会死掉好吗？啊！时间，那一个一个解吗？然后又卡关了，这下要烧火了吧？那现在也没东西啦，那我就加了个水，然后嘞，然后过一阵子回去看它融了没吗？这样吗？看来不会马上融，难道等到我挂掉回来就融了吗？那我出去再进来吗？还那么喜欢选挖十把给你，他妈的！上二楼吧，对，不要干嘛，二楼可能会有什么新事件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哎呀，你好，黑人吗？那么多水干什么？多了多了！哦 ，fuck！ 大大的绘画啊，画旁边有好多鲜血四散，传达了激烈的感情。干，传达个毛！好像憎恨一样。有一张染血的纸，纸上这么写着：“你可以，你可以，すべてを奪った。”爱吃看你可以，爱可以啥意思？我有点忘了，我想一下，你可以什么？哦，憎恨哦，憎恨、对一切对那个憎恨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你很恨，很好。那是啥？就很憎恨嘛，不然呢？好险，我早有准备。我也来了，我没准备到这个，头晕目眩。大大的话，异样的气氛，奇妙的感觉传了过来，有讨厌的感觉。就这样。
啊，雪该融了吧？我上来晃了这么久。还没融啊？没，那我要干嘛？不要倒退了，好吧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好，我现在知道干嘛了。我应该开场就可以直接先拿一坨血了。没有，他没有 loop 的话，你要重来。啊，我们打火机烧就好了，又不让我打火机，奇怪，怎么粪 game？ 好。这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呢？还是在调查这个火炉，看会不会有什么事？嗯。房间没什么对吧？在二楼找小黑是不是？好吧，妈也就这样喽。不然现在也不知道干嘛。一小时，作者说一小时，我们已经一个半小时，所以应该快破关了。因为轮回了，刚刚轮回了一次。没有火种，没火种。人头要出来了，别害怕。这是他头发，把他拉下来。来站站啊！该弄不说，加上我智商要除二，你妹！你总不是吃大便算了。现在要去哪啊？哎呦，他又出来了！黑妈你好，不滋你个毛！你就吃屎，我不去吃屎比较快。然后这个镜子的对面又是三桥啊！